最近都在挑战扒这个芒果蛋软糖，我也做不住了。这个是最近超火的可以扒皮的芒果蛋软糖，一包是7.9元，不建议拍，不合适，你们直接拍四包是15.85元。我就不一样了，我是超级喜欢吃这种酸酸甜甜的小软糖，我自己囤了一盒子，一包里边9到13克左右。这芒果一瞅就是皮薄肉厚类型的，就这小造型，我没吃我都想给它满分了，太可爱了。别的不多说了，咱来挑战一下。我看他们都是从后面扒，咱们也来试一下。哇，从后面真的特别容易扒出来，看这个扒的也太成功了。把果肉给你们拿出来看看，看里边的果肉，芒果味很浓，果肉是那种嫩嫩的，皮是吃起来就属于那种软糯口感。再来扒一个，我发现这啥玩意儿都得有窍门啊，你看又扒出一个来，从后面扒特别容易扒出来，看果肉酸酸甜甜的，吃多了也不会腻。来个不扒皮的，一整个吃的话口感会更丰富一些，一口咬下去有种爆浆的意思，真的是又好吃又好玩。